大家好，今天来一场詹皇对乔丹的一场单挑比赛，NBA 2K1G，我来使用詹皇，现在的詹皇来迎战乔丹，应该是应该是95年的乔丹吧，也就是他鼎盛时期啊，最鼎盛时期的乔丹，名人堂难度10分制。首先由我来开球，詹皇对乔丹，詹姆斯打乔丹肯定是要身体上占有优势了。哎，好，断掉。啊，这还是詹皇的球。升职乔丹。不进。哇，乔丹果然是非常的灵活。好，漂亮，漂亮！詹皇转身过乔丹扣篮得分，双枪互扣了一个球。哇，乔丹再扣一球，2-1又领先了。詹皇怎么打？漂亮！詹皇直接是像小坦克一样冲进去，秒杀一切，谁拦我就扣谁。哇，这也能进？乔丹不愧是乔丹，怎么投都有，任何一个点都有。我靠！漂亮！詹皇再次暴扣得分。哇，这乔丹的灵活性和柔韧性、身体的协调能力真的是超级的强。好，詹皇再扣一球。等一会儿，刚那个球扣飞了，不会吧？靠，刚才那球扣飞的，没有扣进去，实际上，所以我现在依然是3-4落后。想想怎么干掉他，怎么干掉乔丹？好，后仰有了，詹皇后仰也有。我靠，这也进了！乔丹照这么样玩法，怎么打都能进啊！走底！漂亮！詹皇的身体素质可以称为 NBA 史上最强了，身体素质。哇，乔丹有没有搞错啊？好，詹皇只要突破的话，基本上没有人能防。好，转身，漂亮！双方的比分都僵持不下，这场比赛将会十分的精彩好看。因为二人的实力真的是不分伯仲。哎，好，看来这个詹皇的身体呀，确实是非常的厉害，将乔丹给克。
科这个撞到一边去。哎，哇！我还以为我刚才以为我能捡到那个球的。现在依然是平局，到底谁能获胜呢？哇，乔丹的灵活性太好了！好。继续紧咬比分，但是詹皇现在稍微占劣势。看乔丹这几个球了，哇，真的是怎么投都有啊！好，漂亮，10-10。好，没有，好，你捡到了，漂亮，11-10，现在詹皇反超了，乔丹依然没有，看能不能抓住机会，这分要进了就赢了，赢了。